开换史上此前13次和日本球队交手，取得了8胜2平3负的战绩，尤其是面对百太阳神更是3胜1平未尝败绩，还在2013赛季客场4-1大胜。不过恒大遭遇日本球队时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，面对浦和红钻时遭遇黑哨，曾以2-3遗憾告负。本赛季小组赛客场对阵鹿岛鹿角时又遭遇对手独秒绝杀，1-2告负。此番客战百太阳神，恒大当然是期待复制当年狂胜的一步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年恒大抗日史。